11月15号，吴磊在微博晒出几张照片，并配文写道：我也有人牵牵手一起旅游张翰。照片中单车变骆驼的吴磊、张翰两位帅哥在骆驼上互拍牵手照，从逗趣梗王兄弟到假装情侣档，这波操作也太秀了吧。随后张翰转发该微博称，单身的哥俩同样可以制造浪漫。此微博一出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评论道：哈哈，我们单身汉啊，雷管家一会儿见哦，羡慕了，能跟三十弟弟牵手真是幸运，为什么不是我牵呢？男人间的浪漫。近日在亲爱的客栈经过一番入住考核，接下来到退房考核了。刘涛设立投诉难题抛给吴磊，吴磊一一应答，从容面对。吴磊磊弟不愧是年轻人，反应也是相当快，表现不俗。考核时表达争当第一的欲望，直言没有做第二的理由，对外谈判时主动掌握主动权。金曲频出，下限就是用来突破的。张翰在退房考核时，吴磊变身客人，开启为难模式，张翰则见招拆招，两位亲爱的管家表现令人感到十分精彩。